Go, go, go!绝对会下去的。
Oh shit. Oh, 放掉了。 我这几年一定要把，一定要骑车到香港的上水元朗的地方，那地方风景太漂亮了，啊，就是骑车嘛，从罗湖那边过去。可以过去，可以，嗯，我昨天看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嘛，他就在香港的元朗上水，还有那深水库那地方，啊，那深水库你就是感觉文化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他拍了好多照片，很不错。 嗯，还，嗯，对，嗯，哎，那边是不是他们？啊！这个不对，走回去了吗？ 我一定要抽出点时间去骑骑车，好嘞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。 我一直看到你们嘛，对啊，那天去在，你们冲的嘛，我一直看到我说就是那里吗？那里是吗？